今天吃个火锅蛋加什么啊？哎呀妈呀，看的就特别辣。太硬了，对吧？好香，烤腰子，今天煮熟又用空气炸锅烤了一下，哇，腰子好像坏了，去。热。
今天吃爆辣金针菇巨香大牛排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，爆辣金针菇。太难活了，这个视频我想要88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我点吗？红魔虾家人们，今天吃的红魔大虾。啊！我去！哎呦，这大虾哪这怎么来的呀？嗯，这有沙子。这沙子吧？这我给你拿去洗洗，就先别吃。啊！这有沙子，这个是。提着虾弄个沙子。嗯，这你说了说了吧。啊？你说了说了。你看看。哎呀妈呀！你就吃个这虾。对。再搁这。我吃红果。吃红果。老红果。嗯，好嘛，真甜，我的这虾真甜。你别给我虾吃，我不爱吃啊。妈，你尝一个，待会儿给你。别给我，好吃。我不爱吃。真甜。你千万不要给我，我真不爱吃。这虾非常甜，但是虾脑就别吃了。这虾就吃虾脑。就吃虾脑？哼、嗯。不，但我喜欢吃肉，你吃虾脑吧。我把虾头留给你，行吗？嗯，带点料汁，来。嗯。这个虾是真甜，把弄干净点。嘴小了。冰凉冰凉。给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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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不好吃。真好吃啊！奶我也吃了，这个虾老好吃了，很甜很甜的。哎呀妈！嗯，甜吧？嗯，给你说的非常甜的，你也不信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还老老好吃了，真的，他妈的！嗯，大神大神，黑虎虾，我想第一次吃这种的，呀，虾蟹。好吃啊，很哏啾，今天吃爆辣金针菇红烧五花肉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，爆辣金针菇。哇，红烧大五花。口感挺呱呱，来吧，先来一小口。嗯，
容大宝刀。嗯，好，哎，瞬间上头了，啊，再来一下啊！啊，红五椒。视频我想要88个小红兵，你们会给我点吗？哎呀，哎，秒个小吃糊了，嗯，来个爆辣，哇！太香了，生呛大虾家人们啊，哎呀妈，来一个这黑虎虾，软香真香，斑节虾，这个头好像，哎，我没吃啊。
口感跟别的虾不一样。好吃。半截虾的虾线里头沙子老多了，一定要清干净。我再来给你们看看，这还算少的呢，还有更多的。北极贝。今天吃巨辣红五椒爆辣金针菇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。今天巨辣红五椒有点长，五花肉牛肉饼。